Welcome to the 2020 China-ASEAN Music Festival closing ceremony and Chinese orchestra concert. My name is Meng Jiahui.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share the joint home time with all of you. 第九届中国东盟音乐周走到今天，已经接近尾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来自海内外各国各地区的艺术家们为我们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音乐周也陪伴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度过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艺术时光。The 2020 China-ASEAN Music Festival is coming to the end. In the past few days, outstanding musicians from home and abroad have gathered in Nanning, providing a splendid musical feast to accompany the audience in this unforgettable week. 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也要为第九届中国东盟音乐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首先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广西艺术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侯道辉教授致闭幕词，并为我们宣布2020第九届中国东盟音乐周闭幕。有请。 Next, please welcome Vice President of Guangxi Art University, Mr. Hou Daohui, to deliver a speech. ，艺术家朋友们，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2020第九届中国东盟音乐周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主要活动，今晚即将落下帷幕。在过去5天的时间里，我们举办了10场音乐会，2场学术论坛，1场音乐工作坊。 中国音协作曲作曲理论学会2020年度会议也同期在我校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名音乐家齐聚一堂，通过展演、研讨、工作坊等形式开展音乐交流，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也让我们收获了深厚的友谊。在此，我代表广西艺术学院向关心和支持中国东盟音乐周的各级领导。 各界朋友和艺术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校多年来坚持举办中国东盟音乐周，积极开展对东盟为主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借助艺术的形式，为推进区域人文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贡献。每年数百名中外音乐院校艺术 机构和表演团体的音乐家、艺术家们通过中国东盟音乐周这个平台展示作品、开展研讨、进行音乐评论等学术活动，增进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各地音乐文化的多元融合和新音乐的创作研究。中国东盟音乐周影响力不断扩大，并获得国际音乐界的认可，同时也从这里 推出了大批优秀的青年音乐家和新音乐作品。中国东盟音乐周也成为了我校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开放政策、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和深化教育领域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啊一个成功的案例，成为了我们学校对外交流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期间，我们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抓紧抓好，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明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是中国东盟音乐周举办10周年，也恰好是中国东盟音乐周与上海当代音乐周联合举办2021年世界新音乐节。
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日加快，人们交流更加密切的背景下，希望更多国内的艺术家关注和参与到中国东盟音乐周来，把中国丰富的音乐文化更好地推送到世界音乐界，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希望各界朋友积极出谋划策，帮助和支持我们办好这一高级别的音乐盛会，共同推动当代音乐。 促进音乐创作，相信中国东盟音乐周在此前举办多年的良好基础上，一定能够以更高质量的音乐交流活动，推动区域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最后，祝福各位同仁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下面，我宣布2020第九届中国东盟音乐周闭幕。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speech. Good,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即将为各位奉献上的是一场精彩的民族管弦乐作品音乐会。为了让大家享受到更高品质的音乐氛围啊，在此我们也提议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将您所携带的移动电子设备调至静音或者是关机状态。在音乐会进行的过程当中，请勿随意走动。另外啊，也要注意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hinese orchestra concert will now begin. Before the performance, please switch off your phone. It's not allowed to use flashlights during the performance.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音乐会上，广西艺术学院民乐团将为我们演绎八部著名作曲家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 We will enjoy 8 pieces of Chinese orchestral works. Performed by Chinese Orchestra of Guangxi Art University. 音乐会的上半场，大家将要欣赏到由蔡昌卓作词、莫君生作曲、广西艺术学院合唱团演唱、于景岳、曾昭东领唱的《东盟友谊之歌》，由严冬先生为民族管弦乐队创作的作品《饮羹酒》，其中男高音演唱《熊雷》。 由赵熙为民族管弦乐队创作的作品《土家风情二则》，以及由刘源创作的作品《秋山闻道》。The first section will feature four works. First, a song for China-ASEAN Friendship, lyrics by 蔡昌卓, composed by 莫君生. Second, Lantern Raising Banquets, composed by 严冬, tenor 熊雷. Third, 土家 People's Customs, composed by 赵熙. Fourth, Tranquility and Inspirations, composed by 刘源。好，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留给广西艺术学院民乐团的老师和同学们，同时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乐团的指挥，广西艺术学院蔡央教授，有请。
守望相助千家万户共婵娟。